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我们第三天，第三天就是我们的云林虎尾，他们很不要脸的跟人家要了一个八方云集的店门口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作为我们第一个开场。大哥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我追踪你们啊，含羞草绿，没有你哦，谢谢。对，原本是追踪我们，然后顺便追踪火鸡哥，还是一起追踪？因为他们刚刚就是因为看了我的直播，然后买了我们的纯氏绿茶送给我喝，但是非常的小心，他是哪一罐是我们三个分着喝啊？都是心意，要不要拿起来看一下？我不要业配了，真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看谁的比较多？所以饮料是给我的安慰奖。哦，对。好，这45度这样，你看这样就是假不到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要做公益。还有这个甩幅还蛮猛的、啊，哎呦，纯粹做公益，哎呦，甩得漂亮，哎呦。慢，30块。你不是邀请 boss 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没办法啊，实力就是这样子啊。虎尾第一颗出来了，有谁要挑战？含羞草限量的潮梯。可以请看嘉哥吗？翻出来，哎，两位，哎呀，好贴啊！里面一点，有了吧？你只是想要出货而已。再见了，老板，这是公益，不是炫技。是啊，怎么办？这要成本，你会太夸张，鸳鸯大道啊！哎，来，我们摄影师来了，摄影师，800块一局，我买成本。来啊，录啊，然后嘞，小哥。你以为我叫你玩哦？800块，来，现金先拿出来。啊！哎呀！泰水何时智慧？那个10元是甩啊，对，他20元再加800。我想这个10块就会出，但是你自己去做功课。一局800耶！不要发抖，不要发抖。哎，对，出了就算好不好？哎呀，时间没搞啊，第几位？哎呀！哎呀！这样就是所谓的逆推，自己把手位对好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谢谢你的示范。没有，我要选本上，钱还你，货还我们。刚刚弟弟就是用爪子勾后面，勾起来的，对。不能走，不要看爪子，前方，快一点，哎呦，哎呦，来一点，如果我们每一站都是这种开头，然后就这样结尾，观众会觉得很无聊，所以，怎样？那我都不要做了。我们新生代 YouTube 来试试看，一般只要有勇气在我们面前说你是 YouTube， 我们就敢让你来做个收尾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临场的反应的练习。你讲什么话我们就接什么话，但是我们丢什么球你不见得接得到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公益活动就到现在了，我们这一站云林虎尾已经结束了，最终我们火鸡哥、草爷还有我们超爱家的 IG， 还有你看工商吗？对啊，太自私化，对，太自私化，真的太自私化。好吧，结束了，拜拜。没有，今天是我们第三天的第一站，云林的虎尾在八方云集的店门口。但是今天好多人夹出货，而且他们两个超强的，一人夹出一颗出来，鸳鸯大道。好，虎尾站成功。这样可以。等一下，你拉回来。他还没讲出来。哎呀。我们的频道叫装包玩社，然后是专门做玩具开箱的，请大家可以支持我们，谢谢，谢谢。
我现在跟大家介绍，他们现在是在卸机台。那这种机台就是两个人用刚刚好，三个人就是多余。他们很专业，我怕我过去他们反而手忙脚乱。他没有素质，就是你快帮忙还蛮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果然啊，我们前几站太有自信了，以为他们会口耳相传。啊，是会口耳相传，可是一个小时的行程站太短。重点是这一站哦，你看，我是一个带。那是我的朋友，他住嘉义，他愿意来帮我们一起协助我们。对，我觉得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叫我奶茶就好。是阿萨姆的还是立木？特调的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他这是全备的。哎，那个下面什么鬼？下面给你比赛，100公尺短跑。哎，你这个画面到底有没有比较唯美一点？因为他总是在抱怨说我们的镜头太阳刚。我们是刚刚讲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团体。欢迎收看《含羞草日记》。我们要专业一点。闹赛了。欢迎收看。不是，我们说欢迎收看，他说《含羞草日记》。对 ，OK， 来再一次。欢迎收看《含羞草日记》。我不讲，我不讲，不讲。最后一次，他有活力。欢迎收看《含羞草日记》。这是一个非常没有默契的团体。我们还是以后不要做什么开头好了，我们就敷一点就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准备好你们的10块钱，陪我们一起做公益吧。不要只会笑，有本事就靠近一点。坐起来啦！你干什么？给我钱干嘛了你？想干嘛？啊，好渴，好想要喝53冰淇淋奶茶加一颗布丁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说一点枪味给他。哇！哎，谢谢。我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可以。修哈，到底谁的？讲清楚。我先说，刚上一站的人买饮料只买他的，这一站也只有买他的。我已经杀蛇了。不会打台又想做公益的没关系，因为能打到一半可以指定说要哪一个高手帮你们夹。我已经帮别人出了6颗了。有了有了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啦。没关系，这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在做公益，你们这，我觉得这也是公益的一种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可爱。我谢谢这位朋友，谢谢。是否是一样的多段转身，甩幅非常的小，往内丢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两爪出货，内丢，你要去哪里？结束了是不是？啊，胡子进去，前后，来一盘大的，然后平头爪进去。来，爪子尽量在洞口。方式很多种。哎呦，漂亮！漂亮，哎呦！不好意思，你选对人了。哎呦，好耶！我们在做公益啊。啊啊啊！拍水拍水，我们至少要有一颗留在家里。甩到最大门，给他击破！哎，谢谢你，他们来了。Nope。订阅《含羞草日记》，再不疯狂就等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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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订阅《含羞草日记》，再不疯狂就等死。啊！今天就是特别感谢我嘉义的朋友，不是助理啊，哦，就是奶茶，哦，他今天就是。无私的来支援我们，他等一下也会私下捐一些给我们红星智慧。哎呦，对，人美心也美。我们嘉义站完美的成功，很谢谢嘉义的所有朋友。那因为我们是临时举办的快闪公益，我召集到这么多人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真的是很开心啊。很多人都说台湾人有的就是热情，这倒是真的，完全的感受到。OK， 所以今天完美的结束。
是我们第三天的最后一站台南站，但是我们今天有点失策的原因是因为时间有点晚了，然后这个算蛮安宁的地方，所以来的人有点少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Bobo TV 赞助的这个场地，怎样是赛品是提供的场地就是他们的法廊，对对，那我们进去就是 Bobo TV 他们可以帮人家剪头发，然后在里面就是你哦，那个是天韵蓝牙耳温枪，没错，耳机啊。终于遇到会主持的 YouTuber 教他们。哦，不对啊，啊你变轻松，我变累了。我想说，刚刚很轻松了。他们平时都两个人。三位，喂，你就继续在那边拍那个什么 Bobo 皮球。嘿、hey, 各位，我们现在是 Bobo TV 没有错，哇，现在乡亲父老台南人就是热情哦，一堆人有没有，都是人，想说在我们店这么偏乡的地方竟然还这么多人，安静又多人，哇，真的很棒哦，你看他们很开心，干掉了干嘛帮你打，这是做公益，你知道吗？很好，我还是得帮帮小朋友。是，出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差一点点。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用靠后置。出了。No。谁是后置？我们都是用剪接的，没错，剪接出来的。又咋来？你叫我阿伯，我拄好命啦。爸爸叫我阿伯，做公益啊，阿伯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人拄在吹到大声，起大。来，你别说你不会剪接，来，你给我过来。再见，我的爱。Sorry， 没有，妹妹，我们是靠剪接的。要虚我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娘！你平时都看谁的影片？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厉害啊！是不是？你到底是在小白傻？哎呀，看我呀，娘子快呀！哦，加上，哎呀，哎，很猛哎，真的很厉害。你还知道往右跑？刚刚以为不会输，居然在台南看到了小的，这所有的收入全部都会是进到智慧智慧里面，然后成本都是我们自己吸收，位置不对，你，哎呀，拜托，对，对，好厉害！机会，成功了！没有，我要拍手。啊，你要有两次机会，你就把眼睛摘掉。两次，好，两次。上面有几颗？四颗吧。好，所以来，两颗没出，其他两颗一定出。不，一样不能带，不能带哦。把你头给探进去看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是，别在这里，对，看看。谢谢，我应该有啊，没有啦，真的想想。哎呀，你已经定他了，一秒。哎呀，对，一百块对。啊，多秒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机会。下。谢先生，真的很感谢你为这社会做出贡献。你老做公益，你衰了吗？哎，我一起。啊。夹到了，要夹到了，这样。哇。他们捐出了1600块来给红心智慧，然后夹到了一个商品。对，两秒。哎呦，没关系，再给你，赶紧把它弄倒了。我觉得送了，有了机会了。哎呀，谢。哎呀，抓到了，一爪子问我。对了，抓回去。对呀。哎哎哎，哪里？进啦！啊，来。
来送你一颗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今天公益结束，那我们所有的金钱都会纳入红星智慧。对，谢谢台南的朋友。我们的快闪公益活动三天已经结束了，币量我觉得应该会是目前我们跑到现在是最高的，但是我们收获应该也是最多的，也是没错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谢谢台南这么晚还愿意出来跟我们在这边。没有了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，就是做公益，对，真的哦。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特别介绍一个我们在台南发现的小神童。黄小妹妹，而且她打到我们每个县市只有一颗的含羞草联名 T 恤，对，这等一下叫我们签一签，然后拿去虾皮卖，可以卖4-5千。PC 用卖不卖？露天拍卖卖不卖？你说多少跟他说？10,000。哇，100万，结束了，100万不要，还是要把打。他这个厉害，厉害，我跟你讲，他是真心的在支持，真的。但这边地址是哪里？台南市南区大同路2-16巷6号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现在要叫老板起床，示范一下要怎么叫。哎，起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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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让他去死。Everybody 早安，也不早了，现在已经12点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第四天的第一站，高雄的国二。刚刚火西哥就很喜欢在直播说他口很渴啊，什么有的没的。没想到有朋友就这样送过来，所以这都是送给你们的啊，我的嘞。有谁是有专程带我的饮料来的呢？哎哦，谢谢。修哈吗？饮料。真的啊，谢谢啊。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我跟你讲。昨天我在嘉义的时候来了一个正妹奶茶，台南的时候有波波，高雄的时候有谁？我们欢迎欢迎这位玉婷，你是高雄人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天水好香哦，不要这样，没有，我说真的真的真的。好，那等一下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公益活动，多拿奖。请问你今天穿这样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你会不会热？不会啊，你住高雄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活动现在就开始吧。哎呦，很准的，哎呦，3秒。多少钱？刚才你缺女朋友吗？出了。我问你有没有缺女朋友，就给我出货。我先出货，再跟你讲嘛。你修好了吗？啊，都跟你讲，你亏了，你洗嘞。你要两次机会吗？好啊。那你蹲着玩。好 ，OK。逆推，我绝对不是逆推。对，接近。Yeah. 哎呀，到旁边去了，两次机会，来头可以伸进去看。No， 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你现在是不是能体会到以前我们开直播的感受了？好，哎呀，是对的。哇，你真的运气很差，再来就要自备款了。自备自备。给他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谢谢。谢谢公益，来1000，这样还没有人要啊？来啊，又是你，你富二代是不是来错了？啊！没有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！恭喜，两个！哎呀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里面凶蛤蟆啦。有否西，你知道我的饮料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了，太扯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糖尿病代言人嘛。谢谢谢谢，耶，辣才妹，辣才妹，耶，这手上也太多东西。Andy， 哦对对对，哎呀，臭了。哇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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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第四天的第一站高雄站已经完美的结束了，热情不减。其实不管去到哪里，我发现我们的观众都很爱做公益，真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很开心，因为赏心悦目，是因为我们有来了两个嘉宾，哎，确实很漂亮，一个是 Dancer， 一个是抖音界的小女王。对，你看她穿上真的是有病。今天就是这些人，就代表我们高雄所有人来捐献给红心智慧。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天，怎样？第二站，屏东市。我觉得越到南部，每个人热情度更是不同。我们也是谢谢当地的一些店家愿意提供一个场地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活动就准备开始。开始哦。好，可以这样。还有差一点点。好，就是三十元怎么样？要说了。要等他。哎呀！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做出来？花了40元。40万，你家还蛮有钱的。继续。因为它有盒盖，它会抓得非常紧。这个位置就有点危险，除非你后防线拉得很准。我觉得有点会出。哦，哎呀，这怎么样啊？好大！刚刚那个是最大。给你看一下，你真的是来做公益的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！100块，你好。你如果再加100，就往前一格；再加100，就往前一格。你要两次机会的话，就要脱面具了。哇，那这口玩大了哦！对。哇塞！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做公益。第二次机会，你要双手交叉玩，说不定我这样比较巧。哇，再拉回来！我要最后一次了，事不过三。哎呀，又没了。但是还是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平常在经营什么 YouTube？ 阿道夫跟鬼面，这是你的 YouTube 平台吗？对，主要是经营什么类型的？巫师的。巫师，哇塞，我们这个会不会被下毒啊？我是怕我们三个等一下被下蛊啊。不会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你知道怎么打吗？哇，这样600块你花得下去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哦，这个很猛啊！来，因为你这句话，拉出来，差不多啊。你只要敢喊，我们就敢点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有10次机会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再给你这个地址，你有20次机会，很猛，从高雄到现在一路支持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放一下，给你放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为这社会贡献，相对的一定会有人贡献给你，真的，这位帅哥氧气出来都2000，你2000要干嘛？买我一天，你敢喊我就敢给。来，这样的试驾绝对超过2000。一秒。各位，他捐了红心智慧2000块，觉得还要不要给他机会？要了。有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你的爱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这次就没被骗了吧？你敢给，我们也敢给。谢谢。谢谢。你要捐出来是吗？也是留个东西啊，他捐出来做爱心的，对，我们也拿出来做爱心，玩一千，就一千，对啊，哎呀，这个是技术性出货，谢谢，都做爱心，你好灿烂哦，我好喜欢这种笑容，高兴，多少？3000啊，2000。感谢掌声，谢谢。那我们第四天的最后一站
屏东，屏东已经结束了。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，我发现屏东的朋友热情度非常高，對對，非常高。他们不是没有在跟你玩500、1000的，他们是2000、2000这样玩的，很可怕。其实到了屏东站，我们真的还是很开心，又可以见到那么多人，然后又这么多人支持我们。怎么样？目前没有一个区域是让我们失望的，没有。到后面都会有怪物出来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哦，3、2、1，请订阅。韩秀找日历，带路我朋友的日。因为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这种热心的人，就是他不会打台，但是他只想捐钱。那这个钱我们就是直接放在钱箱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，各位不想露脸的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心，谢谢。你怎么称呼？我姓雷。对，单纯就是想要做公益。对 对，他没有在打台子的习惯。人美，对，心也美。因为平常也会在玩刮刮乐嘛，嗯，然后也是做公益啊。帅哦，很好很好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他想要低调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帮他打码，所以我们记得片子来。头以下全部打马赛克。通常我们影片都是打下面的，有在看的人都知道了。因为我靠脸吃饭。你靠脸吃饭？没错，小弟也是颜值担当。为什么会想要捐200块？就赞助他们名菜，厉害。好了，所以是兄弟俩嘛。然后是1300块。很多人说我们是白痴嘛，我把余欢岛的钱去捐给大家就好了，何必？花这个钱，但实际上我们是想做带动的那个意义，所以成本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真的已经没什么。谢谢，谢谢，捐款，捐多少？1000。哎呦，哎，小心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你，又捐出给红星智慧1000块。对，那这些全部都纳入我们的募款金。来来，几岁？哇，15。谢谢你们，下下看。我们两位贵姓？姓陈，我姓郭。那你们要捐款多少？1000块。对啊，那非常谢谢你们两位的爱心，这样子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这是我今年签到第二台车了，很猛。来，他因为赶时间，要去上班。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他直接捐了100块钱，有诚意，有心意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一起做公益。还有三鸭，欢迎来到高雄。我要常出高雄，耶，对啊，有机会再常来，没问题，谢谢。你是高雄人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想来这边陪我们一起集合？最近就看到公益环保方面的资源，想要来一起参与。好，我们谢谢他，帅哥，怎么称呼？叫阿嘎。叫阿嘎？对。那你不会是姓蔡吧？不会啊，姓王。哦，王阿嘎。对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吗？朋友追他一句。哎呦，很不错哦。那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那你要跟女朋友说你喜欢很爱她。我很爱你，刘子乐。你居然在我频道里面告白，讲这些话，你这样对吗？羞哈。好了，加油加油！等下东区电动车的店长硬逼我们要写字在他的摩托车上面，然后又硬逼说他还要做公益。多少钱？500。哎呦，感谢你的爱心。不，所有成本都是自付，然后你们所捐的1分钱，我们不扣任何成本。OK OK， 好不好？就是希望带动大家一起做公益。对，好不好？来，谢啦。未来希望在多年以后有机会跟你一起做公益，好不好？我的荣幸。真的。不会回去，然后踩指纹之类的。哦，不会。哎，这个怪怪的动作，不能碰我肩膀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, don't mind me. 来高屋智，一进来，店员不错。一般的双人房1800多，对，然后要变成四人房的话，2200多。然后他说他，哎，我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我可以算你1800多。谢谢佛系哥。